尺级的水泄不通。选战进入倒数，蔡英文说应加配气势正旺。啊，咱的水是安尼，啊，对方的水是安尼，好、哦，所以等下搁安尼一直去，一直去到嘉位再死，一定爱赢，啊，个大赢。气势抢强棍锐不可挡，最主要就是小猪不满凝聚人气，现在已经大缺货。啊，这只是安怎即马变来这呢？这呢夯是安怎？因为咱的台湾人感觉讲，这届咱一定爱赢。小猪运动大成功，连带拉台零士气，从蔡英文在台南浮选形成的人气就能明显感受到。要签名，要拍照，还有人直接捐钱。面对马政府执政三年多的无能，蔡英文感触很深。这个戏安尼搬两天四小时，安尼开两亿外，有做无？哇，有做无？啊，咱的三甲囡仔要领五领，一年甲一千万讲无钱。要台南乡亲用选票淘汰执政者，换小英做做看。希望台南乡亲力挺，赢得大幅度领先，2012获得胜选。三立新闻黄嘉平、黄志忠 SNG 小组台南报道。